本来是来宣传国产车的，但现场全是美女啊，全是美女啊，都是美女，都是美，这个最漂亮。这个个最高，这个身材最好，黑衣服的身材最好，然后这个蓝衣服这个最漂亮，白衣服的身材一样。还不好意思呢，老多人都看到他们了，他们都不好意思。后面还有。主持人要说话了是不？是不是主持人要说话了？各位来宾，欢迎莅临辽源一汽奔腾展区。一汽奔腾一直秉承着进取务实的品牌精神，秉承持续为用户出行创造惊喜的理念，打造全方位更优质的驾乘体验，怀梦想，用心造，与世界共奔腾。超安全智享大家轿第四代奔腾 D70， 颜值能打，简约造型，姿态高雅，成就中国最美一体家轿，安全能刚，一流品质，安全放心，成就最强安全金钟罩，驾控能玩，预享自由，打造中国最适合家用场景的操控系统，空间能躺，舒适空间，